台湾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林世宝，现在在美国，向各位问好。这次我的集结希望之树，是在集结棒球20000个棒球，这个运动跟艺术的另一面的结合，在呈现运动员的精神和毅力和信念，他们永不放弃的精神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所以在这棵树里面的集结的是他们所有的精神。希望各位朋友支持赞助，谢谢你们。